滴滴，你用问号吗？哎，基隆东刚刚快打第一场已经获胜了，差一点输掉啊，很烂啊。我马喝多啊。一滴，有种把画面弄不见了。主持人的画面你要点一下。哎，画面不见了。好，伊迪果然是用他很喜欢的克拉克啊，他从九四玩到十三代都在用克拉克啊。没有啦，九四没有人在玩克拉克，白痴哦、喔。他克拉克始终是那个啦，钟爱者啊。哪一个？哦，伊迪是粉红色的吗？伊迪粉红色的，快被打死了！哦，伊迪被抓了，很好，不过现在一个空抓。你们空抓，直接抓，直接直镜头。一直压，过线一直跑，哇，一滴压到了。哎，这什么无线段是不是啊？没有啦，下面的气又取消，一滴又取消一颗气。一滴要抢血啊，血快不够啦。不要抢，哇，空摔很好。我刚刚一滴猛攻，哇，一滴这个重拳打背太鬼扯了。实战段有一个 bug 啊，跳重拳完之后随便一沾重拳就会被摔啊。真的吗？就很容易会被摔，你下心脚打不太到啊。三代很少在抓下段的，刚刚 ET 在快打项目直接把优柔干爆啊，这个太夸张了，优柔不行啊，直接被我电爆啊。ET 据 ET 我一来的时候，他跟我哇 ET 凹了，非常好，关键加油，把 ET 猛死，不要让他出来，哎呀，算了啦，让他去了去了去了去，好，又把气资源会用掉吗？资源没有用掉。哇，太早结束了。根据 ET 赛前跟我的讲法是，他今天想要拿三个摇杆啊，两个顶多了啦。科夫拿一拿就算了啦。零二跟我打的时候要求问号、哦。奇怪，两只人都不一样，一模一样，来一个天狗，一个是那个琢磨啦，一个是李的、啊。但是通常天狗好像比较受欢迎，我看人家的影片。没有吧？天狗比较强，好像比起来天狗比较强。差不多吧。都是一样的无限段打死啊，几乎是打死了。目前还是有机会，资源满满的、啊，踢到一个脚就赢了，踢到一个下倾脚就赢了，不啰嗦的，只要一个下倾脚，过线人。你小声一点好不好？吵死了。但那个魅力，顶 KOB 的魅力就是一个下倾脚就可以逆转全场啊！这不是魅力吧？压力大。人家有人说天狗比较全面啊，我就记得天狗应该比较强。改版之后我就没玩了。天狗、火巴、金卡法是三强了，我记得。天狗、火巴、金卡法。金卡法后来有改啊，改很强啊，之前刚听到改版之前不强。应该是没什么悬念啊。各位仙人加油啊！哎、欸，干直硬头哎、欸！一腰了吗？很好，你忍住资源满满的、啊，你很小心啊，要把资源留着。哎呀，飞起来了！我说怎么死啊？银币啊，克对空吗？这对空，无耻啊！无耻啊，不是对空，无耻是 ET 啊！一些人家没看过怎么打、啊？这个他们一定都看过了，是我们两个没看过、啊。不要闹了，那隐看就知道隐蔽啊。龟仙人知道吗？龟仙人知道吗？知道哦，那就是你部队啦，你跳什么跳？跳什么大跳？跳小跳嘛。哇 ，ET 的克拉克不行啦。哦，是什么？好怀念的招哦，因为中间都没有了，中间几代没有哪一招。没有啊。一听你笑一下嘛。你不要给他压力这么大嘛，你后退。你后退。你有蓝线，你有那个角落三秒的规则，你角落不可以待三，你压人家角落不可以待超过三秒，跟篮球一样。禁区三秒。对，没错，你压人家角落不可以超过三秒。
啊，印第跳过去压一下角落。哎，印第退后，退后，退后，超过三秒，他退后，这样可以，这样可以，压角落不可以超过三秒。这女的听的，有还有在听吗？这个情况可以压着他打、啊。其实克拉克是不强，而我看 ED 在国外比赛都喜欢用克拉克的原因是什么？看得懂吗？个人的爱好吧，克拉克真的不强啊。我看克拉克，我觉得就不强。ET 去死一死啊！哎哎哎，干什么干什么？哎，吓我一跳！吓我一跳！他就喜欢用那个冷门角色，要出怪招打人家，看不懂啊！难怪他打不赢同一斗。还有那个小孩，小孩。其实你之前有时候无聊会不会看一下比赛的影片？没有，也不会。零二会啊，零二九八 U 队我都会看。我其实无聊会看，但其实都看不太懂。跟酒吧你看不懂，酒吧永远看得懂啊。我说十三代的看不太懂，十三代我也可以啊，我也可以看得懂。但是因为他其实早期街机刚出的时候是一个版本，酒吧因为台湾只剩包子在玩而已吧。ET 我知道会玩啊，没什么人在玩啊。哦，没什么在玩的、啊。大陆很流行啊。没有，大陆流行的是老酒吧，老酒吧。还会乱改，我前一阵子去深圳出差的时候，整台酒吧十几，电动店十几，不吸耶。这么过分啊？对啊，然后我无聊我跳一下。酒吧还可以赢啊！然后大陆出差的时候，那整间只有一台怪鸟旋风。啊，不是我无家人啊，不是我每一代都一踢裸一踢裸杀、啊，九七的大陆被哎裸杀，神反应啊，这根本就神反应啊，裸杀 CD 不 CD 给他靠 UC， 好谢谢 ET 让龟仙人了，哎、欸、小象回来没有？